第三个我们要介绍的也是利用摩擦的元件，叫做右左下图是各位所看到的，叫皮带轮。这个皮带轮什么呢？左边假设我们不建议一定要左，它就是左边它叫 drive， 就是主动轮，也就是这个皮带轮，这个皮带轮会左边那个主动轮，主动轮会连一个轴，这个轴可能连的是个马达，所以马达会先转动。大家听好，这有个顺序啊，整个的工件是这样，马达会先转动，马达站转动以后，马达的轴就会带动，比如说马达先反时针顺时针转，那个轴就会带动皮带轮顺时针转，皮带轮顺时针转以后靠摩擦，它就会使这个皮带也是顺时针这样子移动，也是往这个方向，皮带会这样子移动。然后皮带动了以后，这边呢因为皮带动了也是要靠摩擦力，就会使这个滑轮产生顺时针移动，这个滑轮产生顺时针移动以后，就会使这个滑轮带的轴，这轴可能就接一个工具机，就会使工具机的轴移动，那这个就叫做被动轮。 driven driven 是被动式被动时态，所以叫被动轮。一个叫 drive gear 主动轮， drive gear 叫被动轮，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皮带轮。所以我在强调它是它的运动，一个轴带动了皮带轮轴转动，然后带动了主动轮的皮带轮转动，主动轮皮带转动，摩擦力带动皮带转动，皮带转动以后摩擦力会带动被动轮的那个皮带轮转，然后使被动轮的轴再转，这个有个顺序。而这个会造成的影响，我下面的建议各位抄一下，这你们根本没有讲，就让各位对这个观念，我把它整个的力的作用描述给各位看一下。我再补充说几句啊，刚刚讲的方螺纹螺栓那个问题，我再强调是方螺纹螺栓的运动原理作用原理类比，可以类比于把一个物体在斜沿着一个 W 沿着一个斜面上的移动，方螺的作用原理是类比于把物体沿着斜面移动，然后假定这是我的方螺纹螺栓，我 P 乘以 A 是沿着这个方向的一个扭力矩，然后我们的 Q 指的是沿着圆周的切线方向，可是都是水平的，所以不会有角度， Q 乘以 R 也是沿着这个方向的扭力矩，所以这两个达到一个平衡。那因此我在强调，所以方螺我推这个给这个 P 让它转动向上升，类比于我有一个水平力让 Q 推着一个 W 的物体让它往上升或是让它往下跑，所以这是一个类比。那我们刚刚三个共有通问到底什么时候怎么用，我们再讲掉一下。第一点，永远先算出细打跟 fight S， fight S 很简单，大家可以自己比抄一下，先算出 fight S arctangent mu S。 第二点，算细打，细打就是 arctangent L 除以二拍 R， R 就是等于方螺纹螺栓的半径，L 就看它等于几个截距，一个截距就是 P， 两个截距就是 2P， 题目会告诉你截距是多少。算出细打跟 fight S 以后，大家听好，如果细打小于 fight S， 细打小于 fight S 只会用到第一跟第二个公式，大家听清楚，细打小于 fight S 只会用到第一第二个公式。那第一个公式就是用在千斤顶，就是往上，吸行夹就是锁紧，那就是第一个公式。第二个公式，千斤顶往下的时候或是吸行夹要放松，就是用第二个公式，就这么单纯。第一第二公式只限于细打，一定是小于 fight S。反过来讲，如果你算出来细打大于 fight S，
基本上就会考虑的是第三个公式，西塔大于 fat s， 因为西塔大于 fat s 的意思是，你把兜径一放上去，它就会自己滑下来，它会自己滑下来，所以第三个公式就防止它自己滑下来。但是还有一句话，如果西塔大于 fat s， 意思听好，西塔大于 fat s 的时候，你没有自己放下来的问题，因为它自己就会放，你要挡止它，不要让它自己转。但是如果是要上升，还是用第一个公式。所以只要是要使物体上升或是锁紧，不管细的细塔跟 fat s 谁大谁小，用的都是第一个公式，就这个样子。然后物体是要下降的时候，细塔小于 fat s， 用第二个公式会使物体下降。如果细塔大于 fat s， 它自己就会下降，所以你要用第三个公式防止它下降。所以大家听好，不管只要你是上升或是锁紧，不管细塔跟 fat 谁大谁小，都是第一个公式。可是如果细塔小于 fat s， 用第二个公式可以使物体下降或放松。如果细塔大于 fat s， 第二个公式绝对不能用，因为它自己就会放下，所以你要用第三个公式防止它自己下降，就这样子。事实上这个判断并不难，所以我刚刚讲的大家稍微记一下。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皮带轮，下面呢也建议各位有讲你们自己抄一下，对面聊比较，就我们刚刚讲，我再重复一下，左边假定是叫做主动轮，就是有一根轴先自己转动，这个轴自己转动，假设是绕着这个皮带轮顺时针转，然后皮带轮就会绕着这个使这个皮带借由摩擦力也顺时针转，然后因为皮带在顺时针转，会使被动轮右边的这个皮带轮也顺时针转，然后带动轴转。我为什么强调，所以记得左边是轴在带动皮带轮转，右边被动轮，我指的就被动轮是皮带轮在带动轴转，这两种情形不一样。主动轮是轴带动皮带轮转，被动轮是皮带轮带动被动轴转。那这两个差在什么呢？反作用力。我们现在画图给各位看，第一点，我先画左边的被动轮，我就写被。左边的被动轮，如果我先画滑轮，你们注意，中间有一个圈，这个圈就是轴。所以如果这个滑轮是顺时针转，因此这个轴会在中心点对这个皮带轮有一个顺时针的反作用力矩 moment， 也是顺时针。可是这个反作用力矩是轴给皮带轮的，然后中间我还有一个没画，中间还有一个水平跟垂直方向的反作用力也是轴给皮带轮的，我就没画，实际上应该存在。然后皮带是怎么样子呢？我们画的明显一点，假定这是我的皮带，因为这个轴这个轮皮带轮顺时针转，所以它会给这个皮带这个方向的摩擦力，皮带是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摩擦力是皮带轮给皮带的，所以摩擦力是朝向这个小小的方向。那这边会有一个张力 T2， 这边有一个张力 T1， 而这个时候呢 T2 是大于 T1， T2 大于 T1。 为什么 T2 会大于 T1？ 因为你们如果说我们画一小块，假定以这一小块来讲的话，这边是 T2， 这边有摩擦力，这边好像 T1， 当然这两个加起来要大于它，所以这时候 T2 会大于 T1。 然后作用在滑轮上面呢，摩擦力是这个方向，刚好跟这边相反，刚好这边相反，
那如果我把这两个合在一起，那它就变成这边有一个顺时针的例矩，这边呢是 T2 T1， 你们记得 T2 大于 T1， 所以 T2 跟 T1 所产生的例矩是反时针，皮带所产生的力矩是反时针，刚好跟那个顺时针的力矩刚好是平衡，这个是主动能的状况。所以我再强调一下，我现在画的这一半的图，对主动能来讲，假设主动能是顺时针转，如果是反时针就通通相反，假定主动能是顺时针转，轴会给主动能一个顺时针的力矩，然后作用在摩擦力的皮带上的摩擦力是朝这个方向，那作用在滑轮上摩擦当然反方向，两个加在一起会抵消，可是我的皮带的作用力呢 T2 大于 T1 跟 T1 所产生的力矩刚好跟主动能转动方向是相反， T2 跟 T1 所产生的力矩 是反时针，刚这个相反。反过来讲，大家看好，如果这个是被动轮，这个时候皮带还是往这个方向移动，这是皮带移动的方向，所以皮带会给摩擦力产生皮带轮降子的摩擦力，这个时候记得这个摩擦力是皮带轮作用在皮带上产生方向，这边呢是因为这个是皮带先动，所以皮带会给皮带轮一个这个方向的摩擦力，那当作用在这方向就反过来，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张力 T1 这个是 T2 对不起 T1 这边的力量大于它，那这个是合在一起，所以这两个力量相等，这两个力量相等，那如果我把它再画成一起的话，然后因为这个在转，这个在转以后，这个会顺时摩擦力造成被动能顺时针转动，造成被动能顺时针转动的时候，被动能就会带动这个轴顺时针转动，所以记得这个时候呢，轴对被动能的反作用力矩就是反时针，因为是被动能先转带动轴转，所以被动能使轴产生顺时针转动，所以轴对皮带轮的反作用力矩就是反时针，而这个时候我这个皮带这个 T2 T1 这个皮带所产生的力矩就会跟被动轮转动的方向相同，这是它整个的力的分析。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如果这个皮带轮是主动轮，是自己在动，就有一个轴使它动，它皮带所产生的张力两边不一样，但是它的张力跟这个主动轮移动的方向是相反的，如果是被动轮，皮带所产生的扭力矩跟被动轮转动的方向是相同的。是相同的。也就是图上来讲，不管从这边看还是从这边看，皮带张力一样，从这边看还是从这边看，皮带的张力是一样。然后EB是一个大一个小，因为它中间有这个摩擦力。你要判断是大小非常容易。像我刚刚这个图来讲，你们只要记得这个原则，如果给你一个，我只要告诉你是哪个是主动轮被动轮，我就会知道皮带哪一端的张力大，哪一端张力小。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这跟等一下推导的公式非常有关。所以你第一点一定要先弄清楚，作用在某一个皮带轮上两边的张力谁大谁小。你要判断大小，就是先了解两件事，第一点，这是主动轮还是被动轮？第二点，这个皮带轮的转动顺时针还是反时针？我再强调，它的大小就是
如果是主动人，一定是这是顺时针，一定是这边大这边小，因为这个时候我皮带对主动人所产生的这个 moment， 它的方向刚好跟主动人的转动方向相反，就是这一句话。皮带两边的张力不同，最后会对中心点产生一个 moment。 如果是主动人，我的 moment 皮带所产生的 moment 一定跟主动轮转动方向相反。如果这个是被动轮，皮带所产生的 moment 一定跟轮转动方向相同。我再重复一次，大家抄一下。如果是主动轮，皮带对主动轮所产生的力矩，它的力矩差降着就是 T2 减 T1 乘以 R， 它所产生的力矩方向一定跟主动轮转动的方向相反。如果被动轮皮带所产生的力矩方向一定跟被动轮的方向相同，依据这个原理，你就可以只要知道它是主动轮是被动轮以及怎么转动，你就会知道这个皮带哪边是大的力量，哪边是小的。大的我们就叫做紧边，小的我们就叫做松边。因为这个跟公式很有关，你一定要知道皮带哪边是紧边，你的哪边是 T2 我们就是比较大的 T1， 一定要先判断出哪边是 T2 T1 才能够做下去。然后还要注意到的就是反作用力，轴给皮带的反作用力。如果是主动轮，轴带动皮带，所以轴给皮带的那个做反作用力的力矩跟皮带转动方向相同。可是如果是被动轮，像右边那个图是皮带轮在带动轴，所以轴的反作用力跟皮带轮转动的方向是相反。这个跟画自由体图的是有关，这里面课本没有讲得很清楚，可是这个要先弄清楚的。这个就是皮带轮的运作原理，并不复杂，建议各位稍微抄一下。好，那刚我们讲的就是这就是一个皮带轮，就讲了皮带轮的功用就是利用皮带轮跟皮带之间的摩擦力使主动轮带动被动轮。那它本身皮带的截面积呢有三种，第一种是这个圆形的，就是绳索。第二种它的截面积哦是一个矩形，我们叫做平面皮带 flat belt， 那个叫平面皮带。第三种它的平面它的截面积是像这个手写的 T 型，我们叫做 V 型皮带。所以一个是绳索，一个是矩形皮带，一个是 V 型皮带，一个是平面皮带。然后通常来讲绳索我们是用在传递的力量比较小的时候，平面皮带跟 V 型皮带是用在传递力量比较大的时候。原因是什么？我们告诉各位，如果是一个绳索截面是个圆的，它跟那个滑轮啊就皮带轮的接触面就是一个点，也就是整个合起来是一条直线。如果是平面皮带，它的接触面是下面这一块，这是它的接触面。如果是 V 型皮带，它的接触面是这两个侧边。所以你们可以看这三种从上往下它的接触面积是越来越大。那我们不是讲过接触摩擦力的大小跟接触面无关，没有错。但是你们想想，如果我同样的摩擦力，我接触面积越大，那我每单位面积所负担的力量就是越小，就越不容易坏。所以绳索因为它的接触面积只是一条线，所以它的单位面积啊，在同样的摩擦力之下，它的单位面积所受的力会很大。V 型皮带因为它的接触面是两边，它接触面积很大，所以在同样的摩擦力之下，
它每单位面积受的力量会比较小。因此我像我们这边讲的绳索传递是比较低的扭力矩，就是摩擦力比较小的。平面皮带跟微型皮带可以传递比较大的扭力矩，扭力矩越大代表中间所产生的摩擦力会越大，可是因为它的面积也大，所以它单位面积力量还是会比较小，会比较安全。这个是一种选择，绳索用在比较低的扭力矩，平面皮带跟微型皮带，尤其是微型皮带会用在比较高的扭力矩的时候，传动的扭力矩就是那个 M。 然后这边你们就看到，如果是绳索或平面皮带用的皮带呢，就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平面。如果是微型皮带呢，它的皮带轮是这个截面，就是这个插在两边，所以它的接触点是不是在这个滑轮这边，是在它的两边才是接触面，也就是这边。假定我们画成这样子，我画得更夸张一点，它的接触面是这个，不是这边，下面不会接触，下面是空的，下面是空的。这是它的皮带轮的形式，皮带轮的两种形式，左边的是用在绳索跟平面皮带，右边的是用在微型皮带。哈，这边有一点很重要，通常皮带轮的转速有低有快，如果皮带轮的转速很大，一般来讲我们的每一个皮带轮上，比如说绳索好了，这个绳索的一小部分受的就是那个张力跟摩擦力。可是如果这个皮带轮的转速很大，它还会受到一个，将你们动力学学到一个 R Omega 平方的径向法线方向的加速度， R Omega 平方，这 Omega 指的就是转动的角速度。如果角速度很快，就皮带轮转得很快的时候，我的绳索或皮带任何一部分除了张力跟接触面的摩擦力以外，它会受到一个朝外的离心力 R Omega 平方，离心加速度。但是我们这门课是静力学，不考虑这个动态问题，所以我们这门课忽略这个效果。也就是我们这一章这一个小节讲的皮带轮，你们注明一下，假设角速度很小，也就是角速度不会快到这个值很大，我们是有一个假设，角速度很小。如果角速度太大，这个值要考虑进去的，那个动力学会谈到。所以我们现在静力学一个假设，角速度很小，谈皮带轮的时候。好，下面我们先考虑平面皮带。记住，平面皮带跟绳索用的公式都一样，这边讲的是 flat belt， 其次呢应该加一句话叫做 all rope。 不管是绳索还是平面皮带用的公式都是一样。我们现在看这边有一个皮带轮，它一个张力左边叫 T1， 右边叫 T2， 然后我们已经说 T2 大于 T1。 如果从这个地方我们会知道一件事，你们看 T2 大于 T1， 所以 T2 跟 T1 对圆心所产生的力矩是顺时针方向。这就代表什么？如果这个是主动轮，主动轮的转动是反时针方向。如果题目是主动轮，依照这个图，因为右边的力量比较大，所以 T2 跟 T1 对滑轮的中心点产生扭力矩是顺时针。因此如果这是主动轮，主动轮的转动就是反时针方向；如果这是被动轮，它的转动方向就会跟 T2 的方向一样，就是顺时针。依照现在的题目，我不知道它是主动轮还是被动轮，因为它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皮带轮怎么转。我们现在就假设它是被动轮，因为这样的话就是皮带轮就是顺时针转，看起来好像比较一致比较省单，所以我们假设这皮带轮会顺时针转动。这个是皮带，假设它是被动轮，记得这个图主动轮被动轮跟推导公式是无关的，我们只说假设是被动轮就它顺时针转。然后它这两个接触点，你们看有两个接触点 P 跟 P plus，
这个接触点间的角度我们叫做贝塔。这边我们要讲一句话，就是假设角那个角速度很小，不考虑转速影响，然后第一个那个贝塔我们叫做接触角，两点之间的角度叫接触角贝塔。然后我的坐标是西塔，也就从 P 普朗，在 P 普朗点西塔是等于零， P double 普朗点西塔就是等于贝塔，那是接触角，等一下我们要用来积分的。一看到一个皮带人，第一点要先判断出他接触角是几度。举例来说，你这两个，这个图两个的接触角都等于拍180度，都等于拍两边的接触角，主动轮跟被动轮接触角没有人规定是一样。我们就说假设我现在有一个皮带轮，像这个图所示的，左边的张力叫 T1， 右边的张力叫 T2， 静摩擦系数我们把它叫 μs， 它的接触角被打，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T2、T1 跟 μs 和被打之间的关系。那好，被打是接触角，然后我现在在这个这两点之间取一个很小的 infinitesimal 的紫檀皮带轮，画出它的自由体图，如这边所显示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夹角等于德尔塔西塔的这个位置取一小段，就如这个图所示。那你们看这个的夹角，这你们已经感受了，两边的夹角是德尔塔西塔，那我的力量张力是沿着这个切线，就是这个半径的垂直方向，那这个方向跟水平的夹角就二分之德尔塔西塔。所以你们可以看，我左边的叫 T， 右边的叫 T 加德尔塔 T， 就力量大一点点，然后这两个张力跟水平轴的夹角都是二分之德尔塔西塔，然后有一个德尔塔 N 朝上，然后有一个水平的法线，那摩擦力德尔塔 F 朝左边，朝左。OK， 记得作用在皮带轮上的摩擦力，如果是一小段的话，它的方向一定是朝向力比较小的那边，一定是朝向。你们看我刚刚这边图，这边 T1 比较小，摩擦力都朝这个方向，这边这个比较小，摩擦力都朝这个方向，所以作用在皮带上的摩擦力的方向基本上都是朝向力比较小的那一端。所以这边来讲，以这个图来讲，左边的力小，右边的，左边是 T， 右边 T 加德塔，你说摩擦力朝左，然后在这个时候这个很小的这一段因为会平衡，所以因为平衡我们会得到 summation F 等于零，那也就是左边的是负 T， 负 T 乘上 cos 二分之一德塔西塔，加上右边的 T 加德塔 T 乘上 cos 二分之德塔西塔，再减掉 mu S 乘上德塔 N， 也就是摩擦力，假设现在是 impending， 现在是 impending 的状况，所以摩擦力等于 μs 乘上德塔 n 等于零。垂直方向呢，我们会得到左边是负 t 乘上 sin 二分之德塔西塔，右边是 t 加德塔 t 乘上 sin 二分之德塔西塔，然后加上德塔 n 会等于零。这是两个平衡方程式，水平跟垂直方向的力量相等。然后这是一个工程上常用的假设，因为德塔西塔非常的小，我们讲过如果一个角度很小， cosine 的德塔西塔就等于一， cosine 的一个小，这个是一定要牢牢记住啊。如果角度很小， cosine 的德塔西塔大约就等于一， sine 的德塔西塔就等于德塔西塔，但是派度量，也就是举例来讲，如果德塔西塔等于五度，你自己去按计算机，cosine 5度就是几乎是1 0.99 多，
sin 五度呢，记住按计算低它不会等于五啊，五度是180是36分之一拍，所以你按计算机按 sin 5度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就是 3.1416 除以36这个值，就是进度量。所以 sin 德塔西塔大概就等于德塔西塔，大约基本上这个在德塔西塔严格说起来在10度以下还蛮准的，就是角度够小的时候 cos 的值就是 1，sin 的值就是它那个角度的进度量，这是第一个。然后如果两个很小的相乘，德塔 T 乘上德塔西塔，两个很小的量相乘一定小于那个量本身，比如说德塔 T 是10的负3，德塔西塔也是10的负3，相乘就变成10的负6，10的负6就远比10的负3小了1000倍，所以德塔 T 乘上德塔西塔可以忽略，这个是基本假设，工程常用的。我再重复一下，一个是角度很小 cos 值等于 1，sin 值就等于它自己角度自己，但是是进度量，两个很小的量相乘跟一个单独的一个量相比，很小的两个相乘可以忽略，所以我们再回到 summation fx 等于0，它这样的话它就是变成负 t 加上 t 加德塔 t， 因为 cos 德塔西塔等于1嘛，减缪是德塔 n 等于0，所以 t 跟负 t 加 t 可以消掉，所以我们最后变成德塔 t 减缪 s 乘上德塔 n 等于0。你们看第一个式子啊，负 t 减掉缪 s 德塔 n 等于0，那我把这个德塔再更小变成 d 微分量，所以就是 dt减掉缪 s dn 等于0，那是第一个。同样的道理，垂直方向的分量呢，我们第一边有一边就是德塔 t， 因为 sin 的二分之德塔西塔就变成德塔西塔，那德塔 t 乘德塔西塔就可以消掉，然后会变成一个是负 t 乘以二分之德塔西塔，再减掉一个 t 乘上二分之德塔西塔，两个加起来就变成 t 乘上德塔西塔，所以最后变成这个式子，德塔 n 减掉 t 乘上德塔西塔等于0，或者说 dt 对不对 dn 减掉 td 西塔等于0，这两个式子我这边再重抄一次，那我把这两个式子相除，一相除 ，dn 就会消掉，我们就会得到这个结果 ：t 分之 dt 等于缪 s， 那是一个常数哦，乘上 d 西塔，那我左右两边积分，就从 p 积到 p prime 点，所以一边是 t 1到 t 2 t 分之 dt 的积分，一个就是西塔是从0到贝塔，缪 s 乘上 d 西塔的积分。等号左边就是 natural log t， 等号右边呢就是缪 s 乘上西塔，再把上消标带进去，就得到 natural log 的 t 2减 natural log 的 t 1等于缪 s 乘上贝塔。可是我们又知道这个对数 natural log t 2减 natural log t 1也等于 natural log 的 t 2除以 t 1，所以我们得到第一个式子 natural log 的 t 2除以 t 1等于缪 s 乘上贝塔，或是两边再取指数就等于 t 2除以 t 1等于指数函数的缪 s 乘以贝塔。大家注意到这两个公式，你们注明 t 2就是指的井边，就是张力大的那一边，绝对不能写反， t 1就是张力小的那一边，缪 s 是静摩擦系数，因为是 impending， 贝塔就是接触角，贝塔你们千万注明一定要带进度量，如果接触角是90度贝塔就带二分之派，180度贝塔就带派，就类似这个样子。这个就是绳索或平面皮带，不管是在主动轮或被动轮等等互相运动的时候，就是
这边的 impending 指的就是绳索跟这个皮带即将有相对运动。你们注意一下，再回到我前面那个图，像我这边，我说皮带轮先转，带动皮带转，皮带会动，皮带轮也在动，但不代表皮带跟皮带轮之间有相对运动哦。因为有相对运动代表什么？就是打滑，也就等于说我都是一直带着在转，皮带跟皮带轮之间的接触点基本上是没有相对运动的，这是标准。有相对运动就不对了，就表示它打滑了，就是这么这样子走，皮带轮好像走的转的比较快，那就是上那个浪费能源了。所以我们这个公式，我们这两个公式，两个是一样的，只是看你怎么样。这两个公式是代，我在强调是代表一个皮带跟皮带轮即将有相对运动，但是还没有动，它没有相对，没有相对运动不代表皮带跟皮带轮不会动，它们一起转嘛，所以是代表皮带跟皮带轮即将有相对运动时候，我的两边的张力跟我的静摩擦系数和接触角之间的关系，如果有相对运动，这个公式也可以用 μS 就要带 μK。 那这两个公式你要用哪一个都一样，你只要一个就好，反正都是按计算机。那一般的皮带的问题就是这四个里面，你会知它有四个系数 T2 T1 μS 跟贝塔，你四个，它会四个里面你会知道三个，求另外一个，都是这一类。好，这个公式有几个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它只能用在产生即将要发生相对运动的时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真的发生了相对运动，这个公式还是可以用，但 μS 要用 μK。 你们记得我们讲过摩擦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完全没有动，不可能有动，第二个是有移动的倾向但是还没动，第三个是 impending， 第四个就已经在动。这个公式就第三第四个阶段 impending 跟已经有相对运动可以用，但我们特别强调，如果皮带跟皮带轮不是 impending， 就是离要发生相对运动还早，完全不能用。所以刚刚那个公式我在强调只适用于即将要 impending， 即将要发生相对运动跟已经发生相对运动的时候，没有发生相对运动就是不到 impending， 这个公式就不能用。那这种公式的使用，绳索也好，反正它通常有三个状况。第一个，像右下角这个图，就是几个绳索绕着一根柱子，然后呢，就我们讲的这个时候呢 T1 会远小于 T2， 也就是说像码头这个功能，一个码头，假定这是一艘船的缆绳，大家有一个这样子的例题，这个绳索一端是连在一个船上，然后另外一端在这个功能，你们到时候可以看绕一下，就这个功能可以用不要大的力气就可以让这个绳索紧紧的抓住一艘船，使这艘船不会被抛走。你们等一下会举例，我先告诉各位答案，等一下会有个例题，绳索在这个缆柱上绕三圈，只是绕了三圈，它的摩擦系数也没有多大，0.3 左右，然后
这个功能只要用，听好，150牛顿的力量，绳索另外一端可以产生的拉力是52000牛顿。也就是说，这个功能只要用只要拿这个 0.31 摩擦系数的绳索在这个毛砖上面绕三圈，它用150牛的力量可以拖住一艘52000牛顿重量的船。那这种题目的重点，因为这个锚桩是永远不会动的，我们的目的就是在即将打滑的时候，就绳索即将要滑动的时候，你 T1 跟 T2 分别的力量是多少，也就是你要用多小的力量就可以撑住多大的力量，通常就是求 T1 或是 T2， 就带那个公式。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情形，等一下，我哪里不对了？好，第二种情形是用在一种刹车系统。这个我们画一个简图给各位看，它基本上就是，这是一个滑轮会转，然后滑轮这边呢分别绕着一个皮带或绳索，然后这个皮带呢是绑在一根杆子上，这个杆子中间有一个支点，所以习惯就是这个滑轮在转，然后你这边有一个力量 P 往下一压，你们就知道这就典型的刹车，我往下一压就会使这个皮带马上跟这个滑轮接触，然后会利用摩擦力，因为这个时候皮带是不会动的，因为它是固定，可是它一接触以后，这个滑轮转动利用摩擦力就会使这个轮再转的轮子马上停止，这就是一种刹车系统。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要注意的两件事，也就是说我们要使它也是最好功效的时候，第一点就是我的 T2 比上 T1， 它要满足这个式子，这是第一个 1μs 乘以贝塔。但是还有一个针对这个横杆来讲，包括这个 P 它还要满足 summation m，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支点叫 C 点，summation mc 等于零，这个 T1 这时候 T1 就同时要满足这两个方程式，这时候给这个刹车，也就是说我的目的就是看，我知道 μs， 我也知道贝塔，但是我不知道 P， 那 T2 T1 就这个方程式这样子在弄，我要找出来，我要假定我知道 μs， 我要用多大的 P 使它可以刹住，题目基本是求 P， 这是一种，它要满足这两个方程式，这你们课本没有讲啊，你们课本只有一小段文字，我给各位说明的清楚一点，这就一个典型的刹车系统，习题有这一类的。还有一个条件，我们很怕这个刹车自锁，因为如果摩擦系数太大，摩擦系数太大，也就等于说你不要有力量，你只要把这两个皮带啊轻轻的一靠在这个转动轮子上，那么大的摩擦系数它就会马上使这个转动停止，那这就会变成什么现象，你每天都在刹车，你不踩刹车啊它也给你刹住，因为摩擦系数太大会发生自锁。所谓的自锁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 μs 够大，大到使这个 P 等于0的时候，这个方程式也会满足，也就是说摩擦系数如果太大，大到我不要外力我都可以使这个转动的这个滑轮停止，那就是自锁，那就是很糟，这也是另外一种问题。如果我们要说摩擦系数等于多少，最多只能多少不会发生自锁现象，就是这两个方程里面你设定 P 等于零， P 等于零解这两个方程式所解出来的 μs 就是摩擦系数会使刹车系统产生自锁。
如果摩擦系数小于，比如这个值是 0.4， 就代表摩擦系数超过 0.4， 你不要外力劈这个皮带，也会使这个轮那个皮带轮停止，只靠摩擦力，不要再有额外的外力。那如果说你摩擦系数等于 0.3， 你就要有某些外力。这个就是第二类摩擦系统，刹车系统。所以第一类的问题，我们要找的就 T2 T1 之间的关系。第二类就是包括查会不会自锁以及 P 要多大，但这就会有两个方程式。要记住这个杠杆的平衡方程式就是外力的。第三类问题就是用在我们所讲的皮带轮。用在皮带轮的时候，我们只是要检查这个公式 T2 比上 T1 跟这个 1μs 贝塔之间的关系。如果 T2 比 T1 等于 1指数函数的 μs 贝塔，就我们那个公式，那个就代表刚好皮带即将发生滑，但是还没有，这是最好的状况，最经济。如果你算出来的 T2 比 T1 小于这个值，就代表什么呢？皮带离那个 impending 还很久，表示公式根本不能用，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T2 T1 是多少，我们要另外重新算。如果 T2 是大于 T2 比 T1 大于这个值，就代表你绳索的张力过，皮带轮啊发生了相对滑动。那那个时候呢，你就要用把 μs 用 μk 带入，然后还是等于。所以如果用在皮带轮，检查的就是这件事。如果题目告诉你是 slipping impending 即将要发生滑动，就是带入等号。如果题目是问你会不会滑动，你要检查的就是它是大于，有没有大于这个值，大于这个值就是滑动。所以我记得你们就注明大于就是滑动，等于即将滑动，小于就离滑动还早，那公式不能用。如果是大于的话，这个等号还是可以用，但要把 μs 改成 μk， 就要把 μs 改成 μk。所以这是三种运用，这都一样。一个是缆绳，一个是刹车，一个是皮带轮。因为这里面不一样，你们仔细看，缆绳是那个柱子不会动的，好像皮带轮不会动。所以第一类就是皮带轮不动，只有绳索有可能会滑动。第二类是相反，刹车系统，所以只有皮带轮在动，绳索或者皮带不会动的。第三种两个都在动，那就是看主要就会不会打滑。那最后我们刚刚跟各位讲的，被打一定要进度量，而且我的接触角不见一圈，只一点，我们叫半圈是二分之拍。如果一个绳索绕了三圈，被打就等于六拍，三乘以二拍，绕了几圈就是多少？若有两圈半，那就是五拍。所以被打不是说一定几圈二拍，我可以绕好几圈。最后的是 V 那个，就我们刚刚讲的了，张力大 T2 我们叫做 tight side， 就是紧边 ；T1 就是松边。我再强调很重要的关键，一定要分清楚紧边还是松边，因为公式里面分子是紧边，分母是松边，你 T2 T1 搞反，你整个答案一定都是错误。好，我们刚刚讲完了平面皮带，我们下面讲这个V型皮带。这个V型皮带两边的夹角叫阿尔法。那我们看一个图，看下面的这个图，这是V型皮带。这微型边的两端，因为这是它的接触面，现在看出来的，它底部不接，两端会接触，所以这两端会有一个正向力，德塔 n， 德塔 n 会有一个德塔 n 的正向力。然后呢，
这边朝下就是绳索，就相等于这绳索的往下，所以你们就会看到 T 乘上 sin 二分之德尔塔西大，然后这个正向力跟水平轴的夹角是二分之阿尔法，也就是这个角度。那如果我从这个地方看，就变成这个图 V 型皮带的，你们就注意到这两边是张力，所以一个是 T， 一个 T 加德尔塔 T， 夹的角度是二分之德尔塔西大。接着的呢，我的，你们看，从这边来讲，我正向力的垂直方向的分量，就是等于德尔塔 N 乘上 sin 的二分之阿尔法。然后因为有两个，所以一边叫二分之德尔塔 N， 所以你们就会看到两个垂直向上，这个的力量合起来是德尔塔 N 乘上 sin 二分之阿尔法，这个就是我真正的这个正向力在垂直方向的分力，从这个图可以看出来。然后我的摩擦力，注意不是作用在下面，是作用在这个面上，所以它这边会画有一个摩擦力，也是要因为有两边，所以他画的两个都是二分之一德尔塔 F。 可是不管怎么讲，这个德尔塔 F 还是等于缪 S 乘上德尔塔 N。 那我把这两个自由体图，这是平面皮带自由体图，这是微型皮带自由体图，你们看它几乎都一样。这个自由体图有一个 T 夹角是二分之德尔塔西大，这边也一样，这边 T 加德尔塔 T 夹角二分之也是一样。这边呢有一个摩擦力德尔塔，水平的摩擦力德尔塔 F 等于缪 S 乘德尔塔 N， 这边也是一样，德尔塔 F 等于缪 S 乘也是水平。然后这边的正向力是德尔塔 N， 这边的正向力是德尔塔 N 乘以 sin 二分之阿尔法。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图一比，我们发现原来右边的这个图摩擦力除以法线就是缪 S乘上德尔塔 N 除德尔塔 N 等于缪 S。 这边的这个图呢，水平力除以垂直力就是等于缪 S 乘上德尔塔 N 除上德尔塔 N。 怎么搞的渔民，帮我弄掉。哎，再放映啊，等于缪 S 乘以德尔塔除上德尔塔 N。 咦，你们没有设定，等于缪 S 乘以德尔塔 N 除上德尔塔 N 乘上 sin 二分之阿尔法等于缪 S 除上 sin二分之阿尔法。意思就是这边的这个图，右下角这个图跟这个图其实自由体都一样，你只要把这边的缪 S 用缪 S 除以 sin 二分之阿尔法，那它的平方结果都是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结果，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所导出来的公式用在这个微型皮带照样可以用，只要把缪 S 用缪 S 除以 sin 阿尔法带进去就好，就是我们这边所写的。刚刚被我画到了，好，没有关系，不太清楚。所以我们的结论，如果是平面皮带，就是 T2 比 T1 launch log 的 T2 比 T1 等于缪 S 乘上贝塔。如果是微型皮带，Natural log T2 比 T1 等于缪 S 乘以贝塔再除以一个 sin 阿尔法， sin 二分之阿尔法，就是把原来公式的缪 S 用缪 S 除以 sin 二分之阿尔法带进去微型皮带，就这个公式。而那个二分之阿尔法，阿尔法就是微型皮带的那个夹角，就这么简单。所以微型皮，你只要记住一个公式，再记住微型皮带是 sin 是用缪 S 除以 sin 二分之阿尔法带进去就 OK， 就这么单纯。所以这个公式并不难记。好，
我们下面看两个例子，一个是你们课本上第八章的第八个例题，那就是我刚才讲的缆绳 Hawser H-A-W-S-E-R 就是缆绳。现在就讲的，在一个船上有人抛了一条缆绳给地面上的一个码头工人，这个码头工人呢就在这个码头上的锚砖，这个锚栓就那个圆柱子，不会动的圆柱 Pier 是码头，波拉的就是那个锚栓，那个工人呢拿这个缆绳在这个锚栓上面绕了两圈，然后绕了两圈以后，我们就发现在锚栓这个缆绳的自由端，就工人手拿了一端，他只要用150牛顿的力量，而这艘船的力量呢是7500牛顿，所以他用绕了两圈以后，他用这个150牛顿力量就可以拉住7500吨的船不动，就是 T1 等于 150 T2 等于 7500 绕了两圈，所以贝塔等于4拍。第一个小题问的就是这种情形之下摩擦系数，静摩擦系数是多少，假定它现在刚好是 impending。 第二个小题呢是问，如果绕了三圈我还是用150牛顿同样的静摩擦系数，我另外一端会产生多大的力。所以第一题是知道 T1 T2 求谬 S 贝塔等于两圈是四拍，第二题是已经知道谬 S 知道 T1 然后呢贝塔是三圈六拍求 T2， 就这么简单。因此我们看第一个，因为我们要找的是谬 S， 有两个公式，我们用这一个 Natural log 的 T2 比 T1 等于谬 S 贝塔，因为这样的话我可以算出 Natural log T2 比 T1 然后再除以贝塔就是谬 S， 所以我们直接带进去 T2 7500 T1 150贝塔是四拍，记住因为是两圈，算出来谬 S 等于 0.311。好，我知道了摩擦系数，第二题如果我绕着三圈贝塔就等于六拍，这题我要算的是 T2， 所以我用的公式就反过来是 T2 比 T1 等于指数函数的谬 S 贝塔，那我把 T1 乘过去就好，所以我们最后还是1万， T1 是150，谬 S 0.311， 贝塔是六拍，结果算出来你们看，我只多一圈哦，我 T2 变成52千牛顿，是原来7500牛顿的7倍，我只多一圈就7倍。我不知道我小时候玩过游戏，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玩过没有，但电视上有时候娱乐节目还会有两个人站在一起相对面，一人一根绳索绕过两个腰边，每个人扯这一端，然后大家用力扯，目的就是把你要把对方拉倒。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我后来才了解，我小时候玩的时候就发生过，我就记得有些人绳索理论上就讲接触角应该只有半圈，被打应该是180，有的人就比较他会这样子扯，你们不要忘了这样子扯被打角就增加，你们看我增加一圈可以产生多大力，我是这样子拉跟这样子拉，那一点点的被打角就有影响。我还记得以前就有朋友他叫肚子上还绕两圈，那个便宜就一个人只绕半圈，一个人绕两圈，大概绕半圈的人稳输，原因就在这。这也是你们有时在电视上会看到，有时候你要表演，不管你是小偷也好救人也好，有看过我要从高楼用一个绳索把另外一个人往下垂掉，你们也仔细看做法，他那个绳子一定会在腰上多绕两圈才把人往下掉，不管你是要救人还是要偷东西都在这。你们只要看绳索从两圈到三圈，它产生力量会大七倍。你们这样就知道在野外登山什么时候要利用自己这个力量来把人家拉上来垂下去啊，在肚子上绳索够长就多绕两圈，你会省力的多，所产力量够大，这是一个实物上的应用，牢牢记住这个观念。有时候在野外登山啊，可以救别人或救自己一命，看你是在哪一头。好，这是一个直接带公式。下一个，你们课本上第九个例题，这里面呢所看到的滑轮 A 本身是一个大的皮带轮，
它的轴是接在一个工具机的主轴上面，然后嘛半径是200 mm， 滑轮 B 呢它的半径只有 25 mm， 它是接在一个电动马达上，所以很清楚滑轮小滑轮 B 是主动轴，电动马达带动滑轮 B 转动，然后利用皮带使滑轮 A 转动，然后滑轮 A 会带动工具机的主轴转动，因此小滑轮 B 是主动轮，大滑轮 A 是被动轮。那我们知道题目说这个摩擦系数是 0.25 静摩擦系数，然后皮带跟这个滑轮之间，皮带所能承受的最大张力是3000 N，然后题目问这个滑轮作用在这个皮带作用在滑轮 A 上的力矩是多少。那我们这边呢第一点要先决定这个皮带轮哪边是紧边哪边是松边，就是3000 N是在哪里。那我们讲过如果主动对主动轮来讲，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主动轮的转动方向是顺时针，也就等于说电动马达给小滑轮一个顺时针的扭力矩，让它可以顺时针转动。那我们就说大的张力，也就是说紧边的张力，我们要判断哪边的皮带是紧边，就3000 N在哪里，我们就要说紧边的张力对主动轮所产生的力矩跟主动轮转动的方向相反。如果我们的3000 N是在这个位置的话，这边这个皮带轮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3000 N，对小滑轮的产生的力矩是顺时针，跟主动轮一样，那是错的，我们说要相反。所以我们知道3000 N的张力一定是在这一边，这边大这边小。所以呢，那这个题目很单纯，我们只要再找出松边的张力是多少，然后取力矩就可以了。现在的问题是，那是我上个礼拜一下糊涂的，我看到一个60度就说啊，大滑轮的接触角是60度，感谢有个同学下课提醒我再仔细一看了，记住这边是60度，大滑轮的接触角是从这边跑到这边，所以实际是180度加60度。所以大滑轮的接触角是240度，小滑轮的接触角，我们有提醒各位，课本没有讲，可是是漏写了，实际上小滑轮的接触角是120度，所以大滑轮的接触角是3/4拍，不是60度啊，我上礼拜误判断成1/3，所以觉得讲不下去。大滑轮的接触角是比较大，是3/4拍，240度，180加60，小滑轮的接触角是120度。那我们现在问题就要看，我要算 T1 的时候， T2 已经是3000，我要算 T1 的时候应该用大滑轮算还是小滑轮算。那我们这边呢给各位很简单做个比较，假定这是大滑轮 T2 比上 T1应该是等于一的缪 s 乘上3/4拍。那小滑轮呢 T2 比 T1 等于指数函数的缪 s 乘上3/2拍。缪 s 都一样，那我们现在只是假设，很明显大滑轮这边比较大，所以假设这边是等于2，这边等于 1.5，就假设一缪 s 乘上3/4拍的结果是2，一缪 s 乘上3/2拍的结果是 1.5。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是依照这边来算 ，T2 是3000，我依照这边来算的话，我的 T1 是 1.5，T1 就会变成2000。我如果是依照小滑轮算的话 ，T1。是变成1500。那我们先看，如果我依照大滑轮的话 T2 比 T1 是等于1500，但是呢也就 T2 比 T1 等于2，但是我依照大滑轮算出来的 T2 T1 带到小滑轮的时候，很明显它的 T2 T1 就会大于小滑轮这个 1.5， 也就等于是说，如果我假设
大滑轮现在刚好是 impending， 即将要滑动，这样子算出来的 T2 T1 的比值带到小滑轮的时候会大于小滑轮的 emus 乘上贝塔，如此一来小滑轮就会发生打滑现象。反过来讲，如果我是依据小滑轮所算出来 T2 T1， 也就是说 T1 是等于2000的话，那这样子的 T2 比 T1 对小滑轮讲是刚好 impending， 对大滑轮讲是小于它的指数函数的 μS 倍大，也就等于是说如果小滑轮刚好 impending， 大滑轮呢是离还不到 impending， 如果大滑轮刚好是 impending motion， 小滑轮就会变成 over，也就会发生打滑现象。因此我们知道我要计算 T1 的时候应该要用小滑轮这边来算，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滑轮组你知道两边的接触角度不一样，那你要选择接触角比较小的那个滑轮来算，因为接触角越小 emus 越小就会越小，所以当接触角比较小的时候发生 impending，接触角比较大的时候就离 impending 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段它就没有问题。你用比较大的角度来算的话，大的接触角，大滑轮发生 impending 的时候小滑轮就会发生 slipping。 所以你们注意这种问题，我们要计算 T1 的时候不是一定要选择小滑或大滑轮，就是选择接触角比较小的那个滑轮，你们自己在课本旁边注明一下，选择接触角比较小的那个滑轮。所以我们这边讲的，因为小滑轮接触角比较小，所以我们就用小滑轮来计算我的 T1。 那就讲的 μS 是 0.25， 小滑轮接触角是120度，所以贝塔就是等于2/3π。因此呢我们就代入公式， T2 比 T1 等于1的 μS 乘以贝塔，也就是说3000比上 T1 等于指数函数 0.25 乘上2/3π， 最后算出来我的 T1 是1777牛顿。也就等于说如果 T2 等于 3000，T1 等于1777，对小滑轮来讲刚好是 impending， 对大滑轮来讲你要滑动还有一段距离。好，算出 T1 以后剩下就很简单，题目问的就是皮带作用在大滑轮 A 上的扭力矩，这一点你们要注意一下。我们先依照你们课本的答案，你们课本上就画大滑轮的自由体图，注意，因此这边是 3000， 这边是1777，因为大滑轮是顺时针转，所以会带动工具机的轴也是顺时针的转，因此那个轴会给大滑轮一个反时针的扭力矩，就图上看的 M 是反时针。注意大滑轮是顺时针转动，题目上所看到扭力矩是那个轴给滑轮的反作用力，所以是反时针，然后还有 X 跟 Y 方向的反作用力。那我们对大滑轮的原点之间取力矩，整个是平衡，我们就得到 M， 那个上面写 M 等于0，也就等于是 M加上那个3000减掉1777乘上 0.2， 最后解出来 M 等于245牛顿， M 牛顿公尺。这个 M 这边这个答案注意245牛顿公尺，而且方向是反时针，指的是工具机的轴作用在滑轮上的力矩，这个不是题目问的。所以你们课本上严格说起来这答案是有点是有瑕疵的，不对，课本上所算出来的 M 240牛顿， M 是我在强调是工具机的轴作用在大滑轮上的力矩，所以在反时针方向。真正皮带作用在大滑轮上的力矩就是很简单，2000减掉1777乘上 0.2， 然后的结果呢应该是顺时针，也是245。所以这一题真正答案应该是245牛顿公尺顺时针，这个才是皮带作用在滑轮 A 上的力矩，也就是题目问的。
而你们解答真正写的那个 M， 也就是图上的 M， 是工具机的轴作用在皮那个滑轮 A 上的力矩，那个跟皮带作用在滑轮 A 的力矩是相反的。所以这一题严格说起来，答案应该是240牛顿公尺顺时针，那个是皮带作用在滑轮 A 上的力矩。特别跟各位再重新说明一下。